就是所写的。哦，哎，对了，这个能不能上网呢？Wilson。老师，你要给我 host，我试一下。哦，sorry，sorry，啊，那还是等你一下啊，不然我们东西不要，好，那弟兄姊妹稍微等一下，在这边的话有几件事情哦，是这个礼拜一直在各面做的，那或者我们先给弟兄姊妹看这个好了，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可以看多看几遍啊，来。看得到吧？声音啊，我这边停一下。来，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们目前呢、啊，在跟YP Cloud 的这边呢、啊，正在进行一些智慧系统的整合，先让弟兄姊妹了解一下状况，因为我想企业电视台、企业站其实都是我们需要的。老师啊，还是不行诶。对，还是不行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哎呀，那先录制吧。已经录制了。这真的奇怪，不是他说可以的吗？对呀，他没有回我，但是我现在在跟他沟通着。你再跟他沟通一下吧。Thank you.
看起来还不错啊。真不错。这个大家都可以回去要好好的去试试看。那我想啊，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去用的哈。之前的话我没有做好，所以我们只做了一半。现在的话，我跟林江河学长啊是讲，怎么样把数位码组都用 coding 来做。
个一般人不太会，一定要有一定要有那个programmer 的一些基础啊，不然的话这个东西看不太懂。好，好。我觉得啊，这个是我们目前啊，这个有几个项目哦，可能是跟这个你们再看一遍了、啊，这个部分呢、啊、是我们比较可能做到的。Wilson 啊，那个 Rene， 你们两位都尽量把这个学一学哈。再仔细听一下，仔细听一下。这只有我们自己的以后的网站。Jason， 看到下面的那个就是他的 icon。这个是相当好用的。好，现在就这上面的三个都有东西了，有没有看到？下面这三个有了，这上面的这三个也有了，随便按它也会跳出去，再按另外一个又有，速度很快啊。现在我们在干什么？
看右边的所有都是很坏的。啊，好。我们现在这样哈，那个云端这个部分哦，我们是跟 JP Cloud 合作，但是它这个有一些地方还是不是那个 What you see, what you get 比较麻烦一点啊。那但懂一点那个基础的programmer 的话，这个操作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只是这个部分啊，我估计啊是不是太多人能够理解了啊。那我们看看它的多元会议是怎么样的情况。大家心里面有点概念哈、哦，那JBU 的话 ，beginner 也稍微看一下。
看到了啊。哇，这英文版比中文版清楚多了，来。永兴弟兄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啊、播了三个都跟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哎、好，那我们先这样吧、啊、等那个永兴的时候我们先过来、先交通一些其他的业务、啊、现在是这样、在马祖的那个、法律顾问事务所，我昨天特别去的法服，法服这边也说明了，因为马祖很少穷人、啊、所以基本上、也不能使用这个低收入户的这个法律顾问，所以呢所有的律师还是都到台湾去找。那我们这边的话、啊、如果设置一个这个法律的顾问咨询的地方，那么我们台湾的话就有律师、啊、可以来去处理了。好，那那个 Rene 姊妹哈，她是因为传奇的关系啊，她可能要提前一天到啊、哦。那我们这边已经都帮她安排好了一个在 hotel 住宿，然后之后的话哈、哦，我们先安顿下来了，先做一些基本的工作。那至于
那个200多平的那个地点，然后估计还有一段时间，我不需要那么急。那我们现在的话，先用那个原来的那个小办公室啊，就可以做很多事了啊。那这边的话，它需要影印机哦。好了，就去买了，没办法。然后会谈桌、视讯会议的设备啊，这个都要到那边才能做哦。可能有一个地方可以了，电话、传真、招牌需要的广告，不能广告部分的话不能直接的，要有植入性行销的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再看啊，就让同工们知道啊，这个法律这方面我们已经在做了。那么另外呢，在电视的方面哈，也有很多的进展啊，有很多进展啊。那这边的话哈，是昨天呢，我们跟这个数位这方面哈，就是数位化马祖的一个这个白皮书啊，我们现在目前啊正在做。那个美孚是不是在？美对，孚怎么？在，嘿，哎，美孚啊，那个你现在有在做以电视荧幕这种PowerPoint 的方式的 design 对不对？重新做嘛，对不对？对啊，对啊，用 PowerPoint 做，我网啊，络已很经好，弄好了，对，好，太好了，太好了。哦，嗯，那你有的什么，你就随时跟我讲，那我就可以跟同工们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哦。那好，好，现在好。是这样，我们现在正在要建设起来几个东西啊，这个数位套餐的部分啊，那我们可能就跟他跟这个 JUJU 这边直接合作啊，那因为他这边有一些设备哈，我们是可以用的啊。大概这个是6万块左右啊，6万块左右。那么有一些数位的员工，有一些是企业的会议室，有一些是企业的电视台。那刚好我们都用得到，所以我们最划算了。讲穿了，我们最划算，我们做这个因为其他人不是有真正的电视台的啊。哎，你们看得到吗？好像你们看不到哦。老师，这样荧幕很小。对，这样子比较大。哦，你们好像没看到。好，来，我大概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啊。现在就是说这三项，刚才我们介绍过的，第一个是智慧导览的系统，第二个是服务机器人的系统，第三个是多元文化的系统，在基本上都叫做云端解决的方案，云端解决方案。那现在的话，经济部这边已经通过了啊，那刚好我们的三个主要的合作的项目啊，通通都过关啊。那现在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三个方面来做。第一个呢，就是数位化的 digital 的 headquarters 的一个套餐的系列啊。那么它是可以观察到的可视化的、事件化的、社会化的那分成三大区。第一大区就是那个 JUJU Room。这种多元的会议系统啊，这个会议系统的话，它有多桌面，好几个这个平台啊，可以同时出来。那么一个主机呢，可以多元的服务。那么切换场景啊，只要按一二三的这个键，就直接切换那个主控台了。然后这个云端的推播，主动式的这个节目啊，零操作了，这个所以很方便啊。在local 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网络的一个，好像类似电视台一样啊。但是，这个的话，可以做成 local 方面的，也可以做 international 的。我们的话，无论它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变成电视化的展示；无论它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变云端化的展示。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最有利。那很多的公司只是内部公司来用，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其实他们这个买这个是有点浪费的但我们的话确实可以借着这些的功能性拓展我们的业务，非常棒包括我们会议啊，我们现在的会议也就很不错了，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对？但我们会议室将来会扩张的更快，因为我们可以切换的更好。那么总经理室、交易厅咖啡厅云这个。
云教室值班的管理用控制台主机就可以完成这个事。在 JBoard 的那个智慧导览系统呢，它有这个JBoard， 然后就是在左下方的这个叫 JBoard， 看到一下这个叫 JBoard。 这个 JBoard 呢它是数位内容的媒体导览组织性的内容策展，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过的它是什么东西放在哪一个位置，什么东西放在哪一个位置。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我们制作电视节目的时候直接就可以把一些 format 就弄进去，然后把什么东西放在左上，把什么东西放在右上，放在 左下右下，就可以把它变成很丰富的一个画面感不再单一那电视版的报纸杂志，也就是说你只要看电视你就看到许多的报纸这个也是很好的方式那么制作和操作非常方便我们将来这个 JBoard 的话会非常常用那云端和手机的推播互动性强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是有 TMM 吗TMM 里面的有群组的部分，群组的每一个群组系统我们都可以把这个 JBoard 直接导览进去，让他们看到我们最新的消息。好像我们有那个直播性的系统，就是在整个 TMM 里面 KOG Go 里面，对不对每一个人来到我们这边就好像来到他自己的电视台，来到他自己的家，来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来到他自己的教会一样。那他到自己的教会他要看现在教会有哪些事情同工们有这个执事室有什么交通牧长这个牧者室或者是牧师这个咨询室这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用这种多元的会议系统加上智慧导览系统全都把它整合起来。一旦如此，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弟兄以后教会的那种模式Kingdom of God 神的国就可以在我们这边体现出 online to offline 的两个结构，就是说一面他还是接触人，但即便他不能接触人，他在云端上他也能够照顾到非常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然后把这个呈现给你们听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大概半年之内我们就会整合的。那另外呢我们的 Chanker 的话也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待会那个 Wilson 你请那个余弟兄进来，那请他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谈关于这个 Chanker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方向那是有很多的方向性的探讨那也跟弟兄姊妹就我们自己核心的同工会跟你们分享。那么云端和手机的推播这个都是很方便的，就是说每一个人直接把这个 JBoard 里面内容直接透过 KOG Go， 透过这个所有你现在的 social networking 都可以送出去。所以企业电视台这个战情室这个导览看板社群的电视台，你看这个对我们多好用，直播性的。所以老师这个前几天就一直，因为我们大概一两个月以前就知道那个WiFi Cloud 它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它不太会推动科技人员不太懂这个整个包装的事，所以他们那个最领头的那一位跟我交通了很多我们这段时间就在商量，如果他那边已经成熟，我看这一次成熟性成熟度比以前成熟太多了我上次去的时候我看了我都想要生气的 跑掉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兴趣花时间的，哎，怎么回事啊？你们听得到声音吗？听得到声音吗？听得到吗？为什么？你的背景改了？为什么跳出去了？好，听得到也看得到吗？好，那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吧。好。那美术馆呢，这个艺术馆的这部分就是说我们跟那个秦芳博士那边还是可以做那现在还有其他的画家嘛，不要不急我们慢慢的做出来再说话做出来再说话。还有云教室云教室就是说我们的课程都可以再透过这个来完成。那么现在看到最右下角这个是我比较觉得有一点困难的原因是它的操纵的方法操作的方式需要有很多的
基础的，并不是很深的，但是一定要有基础的那个programming 的knowledge。如果你没有的话，写这个程式有点难了、啊。对对，我教不出去，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反而是要找到正确人来协助。比如说网页的操作、拖拉式的流程服务，这个都讲的是这样，但是它并没有做到可视性啊。这个它的可视性是针对 programmer 的可视性，但针对一般的那个小白的字，他是根本看不懂的啊。那随时派遣啊，24小时的服务，因为是机器人的这个状态，他是自己去侦查啊，随时回报工作状态啊，到这个通讯软体。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不是给一般人啊，是给数位的员工。所以我们将来，我们的团队要一定要hire 聘雇啊，真正的这个数位恐龙。现在的话，我们还是属于外包式的。那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成本各方面、啊、都上轨道，这个部分我们才会做。所以工作流程监控回报，工业 4.0 云教室和教育训练者学习东哥啊，那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我目前还拿不下来啊，除非我们找到正确人。那个茂华姐，那个永兴什么时候可以上来呢？你先跟他讲一下啊，我们就自己有永兴现在就上来，好快呵呵。我还是给永兴看一下。永兴啊，我们在等你啊，你听得到吗？永兴你听得到吗？听得到。好，老师先跟你讲啊，现在是经济部这边通过了三项的这个系统，这三项系统老师要你真的进入啊，因为这三项跟我们将来的那个 AI 的可视化，还有很多特别是服务机器人呢，我认为应该要交给你了啊。那这边的话 ，JBoard 是智慧导览系统 ，FlowBot 啊就是这个服务机器人 ，Juju Room 然后多元化的这个会议系统。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的，哎呦，怎么回事？你们看得到吗？哎，看，哦，好，没关系。好，我们刚才看完的哈，也介绍过了这个多元会议系统的整个的桌面，还有它操作的方式啊。那这个永兴，我会给你一些link 你自己直接去看啊，我们因为讲过了大概讲两遍了啊，所以这边是多元操作的界面啊。那对会议室总经理办公室啊，这个你可把总经理室把它当成牧师室啊，交易厅的话是交通啊或者是有什么照顾喂养弟兄姊妹的地方啊，这个咖啡厅等等都可以用这个直接来操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尽快把它建设起来啊。那这个一旦建设起来的话，或者是我先交给永兴啊，因为你就在台北，你可能就交给永兴去直接跟这个 YP Cloud 去做连接，那费用我们这边来支出。那弄完了以后我们弄一套在马祖啊，那一套在台北。如果修平是看你要不要来马祖啊，你让马祖那个高雄我们就不弄了。你如果说没有来马祖，我们高雄啊考虑一下要不要弄一台。好，这边的话啊就是 JBoard 智慧导览系统啊，这个是数位媒体的这个讯息。我们之前讲过啊，这个 AI 的人脸识别是将来我们要一直不断的累积全球的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 database， 而这个 database 要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区块链的技术的网络，然后让任何人要使用到人的脸的话，肖像权他就要经过他的 NFT 的这个 coding， 然后他才能取得，不然的话他就要负担一些费用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客户会很高兴，他不会觉得自己的脸就被人家拿去用了啊。但是呢，
我们的系统呢，买方也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最快速的啊衔接这个人是不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人。那这样的话，我们两边都有好处啊。那还有一个东西叫 FIDO， 永兴你知道 FIDO 啊？那个 Fast ID， 的话不知道是不是Fast ID Operation，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永兴，就是你进入到一个网站啊，你不需要打密码。你只要看什么东西哈，就最快速的就是验证你是谁啊。所以为什么我是觉得应该要把 AI 的人脸识别，还有声音 voice take， 我们之前在美国的同工啊那边还有连接啊，就 voice take 那脸部识别，我们两个都成就的话，我们就解决掉很多公司的这个 ID 的系统啊，因为你的 ID 常常忘掉，或者是你的 ID。被人家怎么样，你不是你自己的生物的这个辨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人脸识别还有透过 voice take， 然后可以打开他所需要的东西啊，那至少保护比现在的保护多多了啦。我们不能讲说完全都是 100% 的安全，没有这种人，你被人家绑架了也不安全嘛。那这个是没办法的事，你被人家绑架，你的那个密码也是照样会丢掉的，那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啊，就是电视版的报纸、杂志，我们将来啊，因为我们有24小时的结构啊，我们的节目系统有24小时，其实我们拿下的大概两台到三台频道，所以有48小时足够用了，这个足够用，凌晨的我们就拿那个时段来使用嘛。那别人但是我们在网络上呈现的时候完全不是这回事。网络上呈现的哦，那个永兴待会老师一定要再给你看一次，其他的同工啊也再看一次，那你加深印象好不好？我比较难的是 Flowbar 的这一部分，我觉得一般的同工他没办法搞定，所以啊永兴跟这个部分可能只有你啊，在台湾的话只有你能够做，就是他是数位员工的。他操作网络界面啊，这个网页的拖拉式的流程其实并不难，但是他一定要有对 JSON 啊那些这个一些基本的这个Java 的那些这个 JavaScript 那些东西要有概念，不然的话这个他们就无傻傻的看不懂啊。这个是工作流程监控回报工业四的原因等等，所以我们这个算是全球顶级的了啊。那我们现在哈跟弟兄姊妹讲啊，我们这个会投资啊，我们 KOG 会投资。那么企业部分的话，3万是启动数位企业啊，所以我们这些通通都要有。我们另外的话可能会投资个15万左右，做什么呢？做这个一整套的直播体系啊，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将来会有那叫什么东西啊？直播间。还有那个摄影棚啊，这些如果我们访问很多的这个客这个访问不同的人，县长副县长通通都来了，那你两个人的那个麦克风什么东西都要有，还有主持人也要有，所以不然的话这个很难做节目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我已经看到的那个 office 啊，那很大，200多平，但是现在里面很乱。啊，所以要做工啊，我们这边要做好多工的，啊，这个是也是很头痛的啊。好，这边左边你看啊，企业的会议室的话有Jam Room， 有 Cam USB 就可以连接的，有 Keyboard 啊，有这个 Any Room 的一个直播间的那个主机，有 Speaker Room Speaker， 所以这整个的话就可以直接连接。其实它这一套是非常便宜的一套，这一套话算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买的那一套比较专业一点啊。那再来的话，这个前100家客户加送2个月嘛，所以我们一定是前100家了啊。那另外的话，好哦，我们只要投资3万吗？他贡献3万，哎，那这不错啊。如果他付一半，那我们是太更便宜了嘛，太好了，好。这个是整个的网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好，那很好。
那个永兴啊，你下个礼拜有机会的话哈、哦，我帮你连接一下那边的同工可以吗？哦，好啊。哦，因为你这边要多学一些，他就在那个世贸大楼，他在五楼和六楼啊，他在五楼和六楼，你们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但一定要事先约好，那他们的时间很紧啊，很紧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 Anyk and Anyju 啊，就是说 solution ready kit 啊，任何的 service device 跟 service application 啊，它经过他们这整个 service center， 那么把这边的就是 key 端啊，就是它的 edge 端就是云和端呐、啊，云是一个 cloud 的概念，端口呢就是这个终端的这一部分。那么所有的终端的 device 啊，这些器材都可以透过它中央的服务系统连接在各个方面的 software 上。这 software 的 service 啊很多啊，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 JBoard 啊 ，JBuilder、FlowBot， 这个 FBuilder 哈、啊、不太好搞啊，这些都有一点，你们一般的弟兄姊妹就有一点太深了，我就暂时不讲。但是呢，对这个就是数位的人员呢、啊，他会觉得非常好用，因为他是还是 what you see, what you gain， 只是 what you see 的部分呢，脑筋一定要很清楚，那个部分是一个coding 啊，那个一个部分是 coding， 就是。那么 service center 呢 ？service center 有 agent duty and ultra vista 啊，那这些的话，我们以后再会啊，现在他。就是他们中心化啊去处理，我们不要去动啊。那好，现在呢 ，AnyK 的话哈、啊、有很多种啊，很多种，在 Room 里面的，在 Class 里面教室里面的，在 AI 的 Key， 那么 SDN 的啊，这个还有这种，这个事情啊，我们看一下它用途啊。十人以下的小型会议室的话，我们就这个大概5万块左右。啊、把这个整个建构起来，因为主要是 any room， 实际上我们买的可能有一些还更便宜一点、啊、那这个是教室型的、啊、高工的对象呢、啊这个是10万左右，这是因为在教室里面，那个教室要讲的声音大，然后而且要让很多人听得到、啊、这个其实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啊、而且这个 meet up 的话是主要是这个东西、啊、它的对象可以看到很多面、哦、很细的。那么 Edge 的话是端口的主机、哦、云端的计算，这是美金哦，这是美金，不能用台币算、啊、就是3万块到这个10万左右、在学校里面的、哦、这是主机版。那么这个是资安盒、哦、这是资安盒、哦、那么可以通过它的主角其他的东西、哦、那另外的话，其实这个我感觉像有一点像路由器、啊、那个永兴你看这是不是路由器啊？因为它那个功能没有明显的显示出来，所以我还看不出来。哦，没关系，那你看看那个这个后头的高工学生 AnyPro 就是它也是一个跟这个我想这个哈，等到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帮我问清楚好吗？嗯，好。因为这个我如果在现场，我可以问清楚。我现在他只给我的话，我是没有办法问到人的。哎，好，这边的话啊，我们来跟弟兄姊妹讲，以云为支点呢、啊，那个媒合交易啊、共创新资源，比如说零接触啊。云端呢、啊，远端的这个协作啊，线上的作业啊，自动化、智慧化、可视化的啊 ，D to C， 那不知道是direct to the customer or something， D 是吗 ？D 我不太了解，应该是这个 company 吧啊，直接客户的服务基础，有没有别的字？那么J Room 就企业会议室 ，J Board 就是我们的电视台，FlowBot 是数位员工，整个的数位企业的启动餐，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来推动啊、现在的整体的工作，我们先把它打得开一点。好，
Jerome 的部分呢、啊、支持 Zoom、Google Meet、Team， 所以跟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的 KOG Go 是一致的。所有常用的会议记录的软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把这个软件直接放在我们的 KOG Go 上，也就可以支持所有的其他的。啊、那么再来的话是多功能、多桌面的操作系统、啊、那么在各种会议情境里面都可以 同时处理，一个萤幕可以做四个萤幕使用，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会多几个萤幕、啊啊、这个毕竟是电视台嘛，然后直接切换一二三四，然后每一个萤幕都可以直接上，也就是说它可以 real time， 我们在讲什么的时候可以 real time 的切换、啊、那么再来呢，音量的大小、静音啊、麦克风的这个都很容易 啊去控制，然后荧幕呢、快门的照相啊、即时传送与会者，所以所有与会者、啊 不是只有在电视台这边、啊、所以全球的各地都可以怎么样同时接收到我们的记录，那即时记录可以分享，那会议室也可以做暂停室来使用，有看板功能去看板的，比如说讲了、啊、我们操作这个这个买进卖出这个股票或者怎么样解释这个说明整个的这个行情也都可以及时看板。那么再来是开机自动设定的使用情境啊、有导播的功能。哎，这个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买一台要$120,000，哎呦吓死。那个手机可以推播的讯息啊、和图片到整个的荧幕啊，那么十人以下总经理室、暂停室、客服中心啊，所以我们将来的话，员工的话不一定要在马祖了啊，但如果在现场比较好控，好去做做事就是啊 ，Jetboard 啊，这个 24 hours 那个企业的电视台，每一家企业都应该要有电视台主题的故事啊。有深度和广度的啊，那就是说它24小时可以一直不断的重播嘛，啊，重播什么公司的介绍啊，产品的简报啊，特色的影片啊，甚至于可以购物网啊，购物台的功能啊，可以延伸出去。那我们 D2C 的这个直接接触客户啊，Direct to Customer 啊，那经营啊，自媒体啊，那这个很好。自媒体的这个功能的话，我们现在在国内啊 ，Lucy 怎么样？哎 ，Lucy 刚才在哦，不在了。好，那就是内容制作很方便，很容易。电视台的里面呢，互相连接啊，连接啊，手机也可以控制啊。那所以企业、店家，每一个店家都可以。其实啊，那永兴你知道啊，我跟他们讲的是，我们成为他的代理商，也就是说，以后。透过我们买卖的那个被推广者的话，我们这个 KOG 还是可以赚一点钱啊。这个线上的课程、社群啊、跟这个专题的题目等等都可以啊。还有这边呢，就是流程服务的机器人，我不知道 RPA 指的是什么 ，Auto 什么东西啊 ？Real time 的 programming or autonomic something 啊，24小时回报进度。常规的工作督导的工作，我在想，比如说，这个电视台，因为我们现在有80台，哪一台突然停电了，突然不动了，那我们要马上就回报，说有一东西坏了，要赶快有人去稍微修复。那么网页呢，是拖拉式的流程设计，立即上线，所以这个部分有好处，所以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直接把网页拉进来就 replace 原先的那个的黑的萤幕，然后。数据的话，数据的收集、使用、记录、整合既有的系统比较容易、我是希望真的做得到、这些都讲得 很流利、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有点复杂、而且真的是那个 Steven 他们 都跟我讲，一定要找真正 懂那个 programming 的人，然后跟他连接，不然的话他是浪费他的时间。云端跟物联网的控制啊，要功能也都蛮齐全的，所以将来我们只要懂这一套啊，我们可以透过云端呢、啊，然后操控很多的物联网的东西啊，包括汽车了，好，那数位员据数位员工的能力，所以全年无休是低程式级的，所以这个部分只要懂得程式设计的原理就可以了啊。
那但是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啊，所以线上的课程教学四个小时就可以创作了，很快啊，我认为老师都可以学的，只是我没有时间，我是希望找到正确的人去做这个事啊，然后结合 AI 很好，就是说 AI 吧啊，直接升级为智慧员工，所以这个 AI 的部分啊，我就是想要永兴你稍微去研究一下这个。我想我只有这一个部分我是需要 你很需要你帮忙，但其他的你就顺道都听一听啊，都听一听。好了，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已经把这个现有的情况跟大家讲了哈。那电视台的话节目的内容还是在提升，也要增加。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因为要到我跟我叔叔讲过了，第一个他的那个房子已经出租给别人，所以现在要收回，因为对方做的是什么 KTV 什么东西啊，卡拉 OK 的，那现在这个八大行业全国通都怎么停顿的嘛，他一停顿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使用，他没有办法使用，但是他还得付房租啊，所以就这个我们估计他会退在那退之前他已经投资了不少钱，听说200多万已经投进去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等啊，那可能跟他商量了，反正你也要纾困，那干脆一半的空间交给我们、啊、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能不能做到不清楚，不清楚啊。我们所以今天晚上，今天是星期六嘛，晚上的话哦，我跟我的几个年轻的家人哦、啊、会有一个交流啊，就关于这件事我们怎么样去可能透过网络交通啊怎么样都可以，总之不要什么群聚的问题啊，从这个事情我们要交通啊，交通好，接下来我们怎么做，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好，那这个产业呢配套的这个部分呢，我昨天跟一个乡民代表谈到话，他是法服的一个理事长，哎，很好啊，这么一聊他对我们很有兴趣，他说我们的这一套啊是马祖现阶段很需要的，他也跟我讲的，那马祖的这个县长有一个特色，前后都是一脉相承，哎，这个就跟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台湾的话就是你这个县长做什么事情跟下一个县长做什么搞不好还抵触的，但是马祖不会，马祖是每一代的县长对不对，他连选连任，但是就是他每一代所做的事情跟下一代、啊、几乎连接，他有长期规划、他有长期规划，而且那个长期规划治理、啊、那相当怎么样，一直往前推进的，所以我这一次回来看马祖的那个公共工程的部分真的进步很多、反而是我们自己家都没什么太进步，而且还是旧旧老老的可以用就好了、啊、那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我感觉到、啊、那个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现在的话跟这个中央大学、这位同工啊也给你们稍微介绍一下啊。好，看得到吗？好像你们看不到啊。稍等一下啊，好，现在这位弟兄啊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同工啊，看得到吗？国立中央大学的环境工程研究所啊，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啊，是迪华弟兄啊，是非常不错的弟兄，我跟他交通了几次、啊、都很有共识，他是普渡大学环境工程博士、啊、那个他是以前的教务长、啊、整个中央大学的教务处的教务长，然后学务长各方面、啊、副院长、教授兼所长等等、啊、他的资历相当完整，他的资历相当完整，然后污水处理啊，环境工程啊，这个地下水污染啊，这个、全部都是马祖非常需要的、哦、焚化这个水啊废弃废水处理啊废弃物啊这些
全部你现在看到的通通马祖需要，而且不马祖不是只有一个岛需要，它是四乡五岛每一个岛都需要啊，所以啊这个部分呢、啊、政府会有工程费用的，政府会付工程费用。我现在是跟同工们呢、啊、在交通啊，教会同工啊在交通怎么样用这个费用啊，然后去建造的房子，那空的周末都是空的嘛，然后给各地教会使用。但是呢这个又牵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部分是自备款的，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有一点类似 BOT 的工程，那么政府的话也允许我们做比较多的一些使用，那我们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将来的一个小办公室啊，所以这个这费用的话都很大，都几亿几亿的啊。好，我大概跟同工们就是简单的介绍到这边，然后这个目前的话我们有几件事情啊正在积极的操作啊，比如说这个是美国同工啊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开拓啊，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昨天有英语版的时候英语区的会议啊我们很细的谈，也就是说 e-commerce 部分我们跟各个的大型厂商啊做 affiliate program 就是它的一个联盟的一个形式啊，那你们如果看过乐天的话，乐天的系统他们很会做哦，乐天的系统啊它是怎么讲，你去买任何一家公司他只要跟他们有合作，他就说哎这家公司你买多少我就让你退 3.5%, 2.5%, 5%, 甚至 27%、这个是各个商家都不同哦。那么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Latest Advertisement 啊、这个部分是老师这段时间突然我自己本身呢、啊、就是突发奇想出来的，然后来跟同工们啊交通的这一个礼拜以后、啊、我们觉得哎这个可能性很高，而且啊做什么事呢，哎今天那个信自警他们怎么还没来呢，蓉蓉事情怎么他们都还没来，我们这个一讲完他们都没听到又要重讲，麻烦死老师我已经通知他们了，那他们没上来我也没办法哦，来那个 Wilson 赶快叫那个谁哦，因为现在8:45了，好，那现在这个 advertising 啊等到自己他们来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好好讲，因为这个是我们独门武器了，而且我昨天跟余弟兄开会啊，我们讨论过很多细节，我们发现啊我们可能独步全球，就是这个因为刚刚好我们现在有电视台，如果没有电视台讲这个有点远，那我们刚好不是只有电视台，我们在美国啊有这家公司，微博吧，这个是微博，对微博文化，那以前在我们那个维修中心旁边吗，对就是他们，好，这家公司哈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啊，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其实也是我们 KOG 的蛮核心的这个配搭者啊，这个是1989年的时候在 Montreal Park 就已经成立了啊，这个是他的网站，他是这样，加州注册的合法的，所以啊各界的人士啊他还是在上流社会里面常常被邀请啊，所以老师他上次一邀请都是立法委员跟我们见面嘛，那么就是这一位，他的名称叫 LA Web Offset Printing， 他因为啊以印刷报纸杂志为主要演出，所以这个是算是夕阳产业，但在20几年前，他是1989年做的，1930几年了，三十几年那个，所以江立兄在那边弄了三十几年，他是很清楚看到他从高峰然后到这个低位的这个过程啊、哦。那么进来了。蓉蓉他们是要进来的是吗？
那我请他们进来，我不晓得他会不会进来，你看一下。啊、没关系，应该自己会上、啊、到了会上来吧。自己到了就好了啊，自己到了就好了，可以。好。自己你听得到老师的声音吗？自己你听得到老师的声音吗？可以可以，我在外面可能会吵一点，然后我没关系，你只要听得到就好了啊，不要紧。Okay, okay, 老师，因为今天早上很多的信息，你们国内一定要知道，所以我再赶快把你拉进来哈、啊。那现在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在三十几年前的好朋友，他是韦博文化，他是三十几年前就已经登记了啊。他现在成为整个，我不敢讲是全美，但至少是加州最大的印刷厂之一。哦，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他都被他并购了，那没办法，他们都生存不了，生存不了，所以他现在手头上有200多份报纸，都请他印，啊，小报社的几乎都没有办法存活，所以都请他印，他印制所有的报纸，总共13种国际语言，所以呢，我现在的话是跟他他上次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谈到很多。他现在就是说等到他回美国啊，回美国了以后，那 Rebecca 你跟那个 Tony 啊，还有学涛弟兄啊，那跟他好好的谈一谈。为什么？因为啊，我们的媒体将要跟他重新点活，因为他现在如果不走云端啊，他如果不走我们科技啊，他是越来越往下，所以他也需要这个被提升。好，我给你们看一下他的网站哦，这是 Chinese Daily 啊，中国日报啊，叫什么？台湾时报、中国日报有没有？新新闻周刊，所有这个都是南加州的哈、啊，这个都是他们的。那我们的话哈、啊，我现在打算跟他签署一个啊，把一个这个分类广告的部分呢、啊，把它提升起来，用我们 KOG 的全球链商啊来去做。一旦全球链商做，在美国的报纸里面，全球性的报纸居然有我们这边出去的这个广告，你们了解那个差距很大哦。也就是说，任何人不是马祖地区的商家，而是全世界的商家，他只要受。要有这个媒体的工作，广告性的工作，他都可以送到我们这边来上架。我们上架第一面，有线电视一定都有；第二面，网络电视一定都有；第三面，美国的这些各大报社这边啊，我们都给他出来，不仅仅报纸出来，还有这个网络也出来。那我会再去连接，因为我们跟美国的这个报社啊，这个关系特别好。其实啊，我们在那边的关系啊，这个是这个、只要我们文秀基金会号召、啊，基本上都会到。那每一次啊，南加州大概有20-30个这种媒体公司。那如果哈、啊、能够来出现10个人呐、啊，10个记者，就大部分70%以上都已经到了啊。这个罗马的那个社长是。北欧时报的市场，那是欧洲的，这个是美国的，不一样。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啊，跟大家讲了以后啊，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工作啊，就，哎，余弟兄到了，太好了。哦，对，太好，太好啊，我们有好多事情今天要谈的啊。来，这个刚才已经跟大家提过了啊，我们的同工啊团队啊，这个会接进来。那么再来的话，这个是。刚好余弟兄来了，余弟兄听得到吗？声音出来一下，我们这个是一个重点。能听到。好，那自己啊，杨江啊，你们国内的同工啊，要注意一下啊。老师现在跟你们讲的是8月以后的事，不是7月的。7月的就是我们尽快的，待会那个余弟兄会跟你们讲啊，他现这个礼拜已经完成了哪些事，但。我们8月份开始、哦、我们就开始做 Chanker。 那 Chanker 的做法很多种，所谓的 Chanker 就是所有的链商通通上链，不是上网，听清楚、哦、只是上网不叫做 KOG， 是全球链商全都上链。好，那上链了以后的做法怎么样、产生它的经济效应，
那我们想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就是媒体的做法，也是因为刚刚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啊。其实要买一家这个，你不要讲多，那个我叔叔跟我讲啊，一个跑马灯都不到几十秒的哦，跑马灯连续给他播几次，他就要给我们600块台币啊。跑马灯哦，还不是影像哦，影像的费用更贵。哎，杨江怎么样？啊，你那边声音要关掉哦。可以听到吗？听到。好，我们现在这样哦，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啊、我们现在提前跟同工们交通啊、所以这个第一个要保密，第二个呢集思广益，第三个怎么推动，因为我们可能是同步推动，所以事情很多啊。现在先跟你们讲一个大概的概念啊，我先跟你们讲这个 LODI 的概念。这都是商业的一些资源、哦、而且都是我们美国的同工给我们的、哦、都说要感谢、哦、第一个这种的就 Add to Chrome is free， 所以你只要下载你的 Chrome、Google Chrome 就会增加一个叫做 Loli， 它是自动进去的、哦、自动进去以后它会扫描什么，扫描你现在在 review 的是哪一家店、哦、比如说他、也给你、啊、他把这个他的 wallet 是钱包的系统，钱包的系统呢是跟比特币直接连接，那么他跟上千家的这个知名品牌、哦、做连接合作、哦、30%、从零啊到30%都有了，他不是都是要看他们愿意退多少，他退多少他就扣他以他们的话就是用比特币，但是比特币哦有一个难处，以前的话有到60000多的，现在不到但是才到30000出头啊、哦，这个差距很大啊、哦。那我们是用这个稳定币的形式啊、哦，那这几个都是很有名的，那也就是说你只要跟他们买卖任何东西。你首先 download 它，然后你 shop 就是你去买卖东西哦，它会 notify you when you are on one of our partner store， 什么意思啊？它有上千家嘛，你只要在任何一家跟他们有关的这个伙伴，这些都叫伙伴啊，你在他们上面买任何东西，透过这个 Loli 的系统去侦测。他就让你每买一个东西你就赢得这个free 的 bitcoin， 就这么简单，他的整套系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他就是你买东西我就送你钱，就是这样子，理解吗？好，那因为他是这样子的模式，我们的整个体系啊就做出这种功能。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现在要成名给这个投资者的，现在全美国前四大第四名的那个投资商啊，他上个礼拜哦凌晨大概两我们的凌晨3点钟啊，他们请我们跟他们会面，哎呦我跟那个我神都累死了啊，那就跟他们聊了一天啊，就大概知道哦、他们就对我们呢、啊、有点概念，但是呢从他们跟他们的 conversation 啊聊天啊就听出来他们要的是什么，他对我们的很多东西啊，因为是我们比较属于做公益的了，他们是没什么兴趣，他们只对钱有兴趣，凡是跟钱有直接关系啊他就非常有兴趣，就是啊，那什么叫做跟钱有关系呢？这个东西叫做跟钱有关系 get free money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如果跟Amazon、Walmart 等等合作就有退这个 affiliate program 呢，就是说你帮他介绍客户，他送你钱，就是这样子，大家一起赚钱的意思啊、哦。那他们对那个有兴趣，但是老师回来以后仔细思想，我思想两三天了，我就觉得那个工作哦，
有人做，而且一定会一大堆人做。那我们顶多是 follower， 就是 跟随者。那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技术做一个没有人能做的？现在至少现在没人做。哦，那曾经有人说啊，看广告可以这个赚一点 point， 就是点数啊。哦，但是从来还没有人呢，啊，能够看广告跟区块链做整合。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思想怎么样把那个广告的业务跟 affiliate program， 听清楚哦，这个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啊，是 affiliate program， 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反正就是一个联盟的形式连接在一起。然后那个自己你不是讲到那个 IPFS 呢，那个整个的去中心化的那个系统吗？啊，你那边听不到啊，哦，没关系。那个对对，能听到，你听到，我静音了。啊，对对对，好，嗯，我跟那个余弟兄都已经谈过了啊。我们有思考过两套，一种就是用 IPFS， 那就变成我们要用他们的币，反而是要花我们的钱的。所以我跟余弟兄昨天已经谈了啊。余弟兄，你现在方便讲话了吗？嗯，方便。好，我们自己建设起 KOG 的系统，去中心化的这个储存的架构，每一个人提供他的空间给我们，存放这个广告，推播广告，这两个动作都叫挖矿，了解吗？自己这两个动作都叫挖矿。他只要有人跟我们申请我要挖矿，意思是他提供他的这个他提供他的手中的一些这个储存的设备，还有他愿意去推播这些信息。只要这两个动作有任何人去愿意去做，那这个人 每存取多少 megabyte， 我们给他多少的 KUSD， 每送推播多少人看，我们给他 KUSD， 了解吗？自己。嗯，了解。初期我就担心这种数据的存放安全性怎么样，因为那个 IPFS 还是有一些门槛要求的，像目前数据都放在 IDC 机房，我昨天刚去考察了一个 IDC 机房。我跟你们讲，就是在这一点上，为什么老师会指导黄龙用广告的原因，广而告之啊，是广告内容的特殊性。其他的有商业机密，他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只有广告他恨不得人家知道啊，这个是他的性质啊使然啊。所以我们做广告的话啊，丢失的广告丢失的内容只是让他更被广而告之，对他来讲啊并不是一个伤害，但我们会提供一个保密的机制。余弟兄啊，就是密码机制的意思，就是说它储存在比如说自己，你自己买了一个就假设，啊，自己你认识的那个 IDC 的 那些这个 Internet Data Center，哦，那一些地方网络数据储存中心，对不对？让它能够加入跟我们合作，那我们东西放在它那里，对不对？它放多少，我们的广告业务放多少，我们就给它多少的合理的 KUSD。 好，那么放多久也可以给他多少的 KUSD， 那么他如果愿意推播，推播出去，那透过什么样的系统推播，那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大挖矿的机会了。那么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每一个小台的电脑，都可以做同样的事，那速度就快了，甚至于你用你的手机推播也是可以让他速度非常非常快的起来。那我们只要有一套系统记录谁在推播，谁在储存，有时候储存的人不一定是推播的人，他只做储存，别人在推播，那推播的人就得着 KUSD。 那我们可以为这个，直接形成一个新的这个货币，叫做 K.AD。 那个上次那个 Wilson 啊， Wilson，你上次那个 B 叫是什么名字，老师都忘掉了。HNT 啊，Helium 就这个，
HNT 嘛哈。那余弟兄，你稍微看一下这个啊、哦，这个是用无线电的技术挖矿的啊、哦。那他们这个都是对我来讲啊、哦，只要有用的挖矿形式，我们都可以用。什么叫做有用的挖矿形式？你只浪费电的，我们不用。你用这个能够造成WiFi 甚至于 5G 的传播，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使用啊、哦。那这一套呢，是这个 outdoor 的miner 啊 ，hotspot 的话就是说你经过那里，你就可以使用它的无线的通讯或者无线的上网机制，这个就有价值，这个你都可以买。然后买了以后呢，就有很多人啊，就是使用它，凡是使用你的这个 hotspot 的，他就送给你他的区块链的费用啊，他现在已经超过了，应该是60000多了，这应该60000多了。他的动作很慢，啊，他有押金，他有 mining， 他有使用，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哈，我们真的可以用，啊，我们真的可以用。那么很多公司啊都来使用，现在已经超过68000嘛，对不对？那使用 data 的 credit 30天之内已经超过这么多耶，别理吗？哇，好恐怖！所以它这个速度哦，相当快。好，我们来看看它现在在全球的分布情况。我跟我叔叔啊都问过哦这个事情啊，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在某一个技术上做得到的、哦、也就是说、啊、它的hotspot 的那个小机器啊，其实就是一个 router 嘛。那余弟兄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啊？它就是一台 router， 它把那个讯息 投射进来。但是信息的话，他们这边信息很特别，它是一个 frequency， 就是某一个频道的 frequency， 而是政府拥有的，那么他必须政府提供给他说你可以使用，你才能使用。余弟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的、无线电呢就好像 walkie talkie 一样，就好像这个 walkie talkie 叫什么、啊、对，就walkie talkie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哦、就是他可以对讲机，对讲机、啊、对对 对, 对, 对，因为对讲机它可以只用它自己所发出的这个 radio， 就是这个无线电的这个、频率呢，然后可能可以在500米到、一公里以外的这个另外一个人拿着对讲机谈话这样。而普通我们现在的 WiFi 的这个频率的强度呢，它只能够、维持在一定小范围里头。所以变成说，如果你把这个磁浮器、哦啊、放在一个地方的话，外面的人是很难能够接收到的。但是它以 radio frequency 的方式呢，它的范围就可以去到很广，至少在500米到1公里以内的人，如果他需要他们的这个物联网需要用到这个网络来操作的话呢，他可以直接用到这个 radio frequency， 然后传输他的资料进去、我们的中心的处理单位。而他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因为物联网呢，通常如果你要对外界有一个连接，你必须要、安放那个 SIM 卡、而这样的方式呢，对于很多物联网的这种、我们收集这些数据就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它的那个 cost 啊，它的 cost 就很高，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申请一个这个这个 mobile 的telephone line 哦，要有一个 SIM 卡放在那个物联网上面，它才能够做连接，所以这个就可以大大减低他们这种物联网连接的这个它的费用。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哈、啊，我们在谈这件事的时候啊，桃园这边是一台都没有，有没有？
现在有一台呢，在30天之内它已经赚到 0.6， 0.6 也不多了，你乘以12块就差不多，这个它赚到的钱。但是一台的机器大概是500块美金，啊。它这个很特别的，就是如果你单单一家呢，它所挖取的这个helium 是很少的，但是如果你用三架，然后每一架在范围500米的范围安置的话呢，它就会起到一个很挖矿很大的效果。所以你看，所以这三台都是最近才放进去的，我们看一看它的情况。来。那个我要跟那个余弟兄还有那个永兴啊谈这个事情哦，这个你们是懂技术的哦，那能不能呢、啊、我们自己设立这样的一个发送机制？永兴，你了不了解这种 hardware 的跟就是 OKTOKI 的这种，但是它是比哦阳光进来很好，那它是不是那种？这 broadcasting 的方式，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它是播放式。永兴，你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知道啊，就是一种网络通讯的功能。对。但是啊，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配合这个，速度会成长很快的。也就是说，一面我们也有硬体的设备，就不是让人家觉得你们很虚；但是另外一面又有对社会的一个功能性。就是因为我们各地都可以，因为它是 OKTOKI 的方式，它 5G 的连接网络也可以送出去的。那么再来的话，再来的话，就是它挖矿的方式也很特别。你只要使用它的网际网络，它就给你费用。那么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advertising 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这个广告的业务。那我们又可以跟各地的，你有伺服器是最好。你没有伺服器，你自己的手机也可以啊。你可以 download 某一个你想要推播的，你最想推播的某一个广告，那个档案也不大，它送在你这边，然后传递出去。只要是送在你这边，我们就来计算它的megabyte 有多大，占用你多少空间，占用的时间数有多长，那么你使用的这个频率有多长，就是你常常去推播，还是你根本不管。你根本不管，那我们又没有办法使用的话，过几天你都redundant 的话，就是没有动作，我们就不给了嘛，了解吗？余弟兄，那个刚才我讲的，你现在跟昨天我讲的，现在整合起来，你觉得可行性大不大？这个是硬件，我就不太了解了。好，没问题啊，我硬件的有一点概念的啊，我会去找硬件的 provider， 你就不要担心。那软件的部分你怎么处理？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软件的部分就昨天说的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分布式的这个存储广告，然后用户可以去拉取广告，去观看广告。然后，如果他不过这个帮助存储也会给奖励，这个好像是昨天没有说到，是吧？因为我现在是只要我们 focus 就专注在哪一件事啊，哪一件事它就会有很多新的点子进来。我们昨天讲的时候在 initial 的阶段，所以比较东西比较少。我了解。我是这样子想哦，这个广告业务啊是肯定可以做到，我们本身就成为一个 coin 的。你看看他们这个哦，他的 HNT 对不对？这个 coin 他让他能够变成比特币，其实他是有人去支撑他的，不然他这种货币没有人要的，你知道吗？他就是故意有人支撑他，然后他就拿去换，很多人就发现哎，他可以换到钱，他就不换了嘛。凡是他可以换到钱的时候，大部分人就不换了，因为太麻烦了，扣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成本的话，他就不换了。所以同样的情况会发生在 KOG 身上。KOG 现在我们是还没有特意的去这个累积这个钱。现在目前的话，美国同工是希望去募资300万美金，做 initial 的这个15%。那我是
有一点反对哦。说实在，我觉得第一，我们不需要用到那笔钱，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当然有现金对我们来讲会轻松很多，这个我也承认。哦，我就说那我们就分批来做，我就独立的做一个KOG 的某一个币是特别为了他们的，那这样就好了。我就因为我们现在本来啊，链商就有一个好处，我们每一个币都可以成为一个产业，所以我们根本不怕它越多越好嘛，无所谓嘛。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要预备整体的这个需要，这个advertisement 啊这一件事情啊，一旦开始酝酿的时候，它就会有很多人来。第一，送广告的人他要付费，他付费买什么？对不起，只能买到 KAD， 因为他没有 KAD， 我们就不让他使用这一套系统。那有 KAD， 他就要付费给那个线上的愿意提供这个服务的人。那提供服务人拿到 KAD， 那 KAD 的费用大概怎么计算？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合理的计算方式。各国的平均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总之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你要投射的范围是某一个特殊的领域，男的女的什么的年龄层的，在哪一个位置的经济财力是怎么样的，它只要多加一个这个 search 的功能，就是 screen 的功能，它的费用就自动上涨。就是那个同样的 KAD，它的价值还都不一样的了，就是让它或者是用什么方法，总是我们这个一定要想清楚，你们懂我的意思啊？那买的人是因为我要播放广告，只要我播放广告而又投射到我要的地方，我这个广告主就有兴趣买。那么放的人呢，只要我能够赚到钱，又能够怎么样拿到广告费用，我愿意放，这是demanding and supply 就有了。那么这两个本身就是形成一种币圈的这个总体经济。以我来讲哦，这个本身就是价值，就是不需要经过美元然后才跑过来才会成为价值，它只要经过 KUSD 或者是 KAD 就可以产生价值，它是有它的共识性的。好，有人有需要，有人愿意提供这个服务，那么这个就产生了。那产生的结果要怎么样来计算，是我们的这个区块链的 AD 技术，我们称之为 AD Mining Mode。 AD Mining Mode 你们知道哈， ADMM 的意思，我们之前有 DMM Donation 的， IMM Investment 的， TMM Transaction 的，现在叫 AD Mining Mode， 就是 Advertising 的。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块都是很有规划的，不是乱的。然后呢，这个 affiliate 的 program 它有一些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去 maintain 它，别人会去帮他去推波，但是我们就要把那个整个的团队的计算功能要记得非常好，然后任何人来参与的他都得到帮助，那他自然就会继续参与。然后还有一个工作啊，就是IPFS 的那种去中心化的储存机制。余弟兄，你这边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让自己知道没有问题就好，可不可以做？我是要说什么？关于去中心化储存的机制，我们自己 KOG 的这个工我们的链直接 provide。那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好，志景你听懂了哦。志景啊。大概懂一些，我在听着呢。你讲的 IPFS 为什么老师说没有问题的，也是这个原因啊。我现在请余弟兄直接告诉你没问题而已。好的。所以我们自己形成一套机制。发放安全性，然后安全性的顾虑哦，因为它是 advertising， 是为什么我希望先做这个，就算它的被破功了，被人家偷走了，我们也是没有压力的，因为它是广而告之的内容。然而将来我们这个做得很好以后，我们就可能会做其他的方式，就是比如说电视啊电影啊有这种版权的，
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安全系数就要大。那余弟兄啊，我要问的是，假设是这个人要保护他的内容不随便给那些 外面的人取得，只要取得他就要付费，这个部分怎么保护？因为这个涉及到奖励，所以在每一个真实的用户要拉取这个要拉取这个内容之前，我们都会给他一个可以说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他通过这个才能够转换到真正的这个文件的下载链接。好，好，好，非常好。所以基本上我昨天讲的那些功能应该都可以实现嘛，对不对？对。好，那推播的话，假设有一个大的 IDC 公司啊，就是数位的这种数字data center 哦，那他如果来提供给我们，那他一间就可以搞定的话，这会不会产生太过集中的中心化问题？不会，因为我们首先本身要存储，也要进行存储。这个存储也不是说把一个文件只存储一份到他那里，而是要同时存多份在不同的地方。好，那也就是说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不会受到破坏，也不会被人家擅自修改，对不对？对，修改是肯定不会被修改的。好，因为我现在在考虑的就是我们发展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是真实的区块链技术的模式才不会有问题了，你知道我的意思？不能太中心化，特别是关于内容的时候，我们要推的只是技术，剩下的是他们自己这个营运者他自己愿意加入才有办法做，然后他要加入他又不能随便的破坏这个档案，他自己也不能打开的话，那才有用啊。对不对？好，我了解。所以这个就是不你比如说我想要偷你的资源，我说我申请成为你的矿商，那我去挖矿，我就把你的东西全偷来了，那我自己就打开来用，可以吗？我们就是拒绝这件事情发生。所有的用法都是区块链制的方式用法。那他除非他要付费嘛，他自己也付费，那给他看他无所谓啊。明白。好，这关于这方面我要再去参考一下这个 IPFS。哦，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做得到，所以我才跟你讲。好，余弟兄，我们差不多今天哦，这个 advertising 的部分就是这样。Wallet 部分、哦、因为我们一直在增加、哦、然后我请你帮我一个忙、哦、把 KRMB、增加一个同类型的叫做 KCNY 量数一致、哦、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再增加一个叫做 KIAD 上次那个 KCNY 是不是已经有了？我好像没有，我还没有，只有 RMB 有，只有 RMB 有，那个是 MYR 的，Wilson 上次哦，那个 Dr. N 啊跟我们讲的时候，他用的一个是 DC 是不是？啊 ，D 什么什么 decentralized 啊？哎，对，好，他是不是用 DC 那个词？你记不记得那个 Dr. N 讲的？Decent， 不是，我是说他特别做 affiliate 这个 program 的时候做用的一个词来代表那个 token， 你帮我找一下好不好？他有一个词，好像 DC， 好像是 DC，BC， 对你找一下那个 N 有特别写。我是说如果他有的我们就帮他做那个。好，那因为他是说要找那个 investor 嘛，那 investor 的时候要告诉他我们这个可以发放什么东西，
那发放的那个东西好像叫 DC， 你仔细看一下啊。我现在没时间看了啊。那好，那个余弟兄，我私底下再跟你讲啊，那个 AD 怎么样做，那么 DC 怎么做，好不好？嗯，好的。好，那另外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现在的话哈，就余弟兄，我麻烦你哈，把这个礼拜啊，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做的，跟大家稍微简单的报告一下，好吗？嗯，好的。谢谢。这周已经把，上次 Wilson 提供的这个多语言已经更新到。已经更新到 上去了，真的，哈利路亚！要不要重新下载呢？需要重新下载的。它应一进去应该会有更新的提示，或者是直接在网站首页去下载都可以。哦，我看看啊，747601，大家赶快下载啊！哎，增加多语言、多种语言，优化用户体验，完善信息内容，下载。是30种语言先做了，还是那个 Granary 那个粮仓也做了？粮仓还没有。好，没关系，慢慢来。哎，粮仓怎么会少了？不会吧？嗯，对。这个就是英粮仓里还有一些还有首页的这顶部的应用，因为要现在这个苹果端正在审核。哦，所以我把一些东西先隐藏了。好，没问题，没问题，你就反正安全为主啊。嗯，那。好，我现在在 download， 其他弟兄姊妹你们也 download 一下，也就是说我们离 MVP 只剩下一步之遥了嘛，只剩两张了嘛，对不对？余弟兄那边，老师，对，请说。有包括那个直播的那一个功能吗？哦，对，直播的那个部分要赶紧下去，就是说直播的哈，我刚才对了。啊，那余弟兄你们几位啊都晚一点来啊，我现在赶快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些连接网啊。好，来，你们先几位啊先看一下啊，老师稍微翻译一下。好，我们重新开始一次啊，我跟你们简单翻译。好，这是我们的系统之一，做云端网络。好，你现在的 website 影像、图画还有图表都可以用。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下载 juju.app. 那个你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你可以自己来去做设定，啊，这个都是在网路做网路的人懂的啊。那个永兴，你要特别听一下啊。所以它的大小你可以自己直接调整，啊，你取一个名字。你把它的性质当作 URL 的写法。好，前后一致就可以完成。那这个点就是在这一页。好，你 confirm 的话就是确定了你要做这个网页。然后你现在要把另外一个 website 的内容放进去，然后你把那个 URL copy 的放到这个位置，好，也进去了，然后你把save 起来，好，你储存以后，
他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啊，你看到他的程式 JSON 的程式是这样，但是你看到他的实体却是这样子。好，现在的话我们再增加一个，把它存储起来成为这个999 demo， 你让它在公众里面也可以拿到。你再增加一个网页的页面。好，你现在要打一个新的东西，可能是一张图画而已。好，那你把图画放进去，然后位置把它找出来。好，它有很多的网页，这个关于山的照片，它就把这个照片打进去，但是把它改成 JPEG， 然后让它这一页就成为 image， save 以后出来，然后重新下载。你看到这个山就已经进去了，所以你稍微调整一下大小，就每一页都可以看得到。好，我把这个改成 slide 的话，好，这个就是 JSON 的一个script。很简单的，并不难。好，他把好多个照片，一组的照片全部都进来。好，用一个 comma 把它分隔开来。好，重新下载，然后它就变成好几个网页。你看啊，这个是好几个网页，用 JSON 的形式来去写的，懂吗？它就不是只有一张而已，它是很多张了。好，现在重新来，把一个 video YouTube 的 video 拿进来。好，随便找一个 video， 好，假设他要这个 video， 好，把它拷贝进来，直接 confirm 就可以进去了。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 chat。好，这个呢是 chart 啊，做一个图表。Wilson 啊，你要好好的学，然后把我们的节目啊弄得很丰富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YouTube 啊很单调，我们用了这个哈、啊，就整个 YouTube 就变成在左上方了嘛，其他的还有其他的这个档案都可以存，你看到啊。现在 YouTube 在左上方。没有哎，我没有时间了。你等一下。了解啊，这个非常好用了，很 powerful， 因为它在云端，所以它不会占用你太多的空间在 local 上。好。弟兄姊妹啊，那个我翻译的应该算是很精准的、啊、那你们就自己要、啊、来去学习一下。我现在哈、啊、要给你们看几个重要的东西啊，尤其是自己你们都还没看到啊，你们仔细看一下。余弟兄，你仔细看啊，看看哪些我们可以用得上。电视台，暂请示。啊，很好，这很适合有线公司、有线电视，非常适合。老师，这个内地的一些网络方面有吗？都可以用，都可以用。不包，就是
没有限制，是说也像没有限制，它是云端的，它全球第五大，所以它不是透过什么 Facebook， 不会是透过那个 YouTube， 不是不是，我们自己用云端的体系直接穿透的，它的那个 layer 啊、哦，它有好几层 layer， 它是在通讯层，所以它的速度快的很多。那这样事情他们能理解吗？我现在所以要他们早一点来嘛，就是我们讲了好几遍的就听得懂了。这个的话 我想、哦、我交给那个 Wilson 还有那个永兴我比较放心、啊、不会乱弄，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个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屏幕是您在操作吗？等一下，你声音大声一点，你在讲什么？我是说现在这个演示的部分是您在操作吗？还是一个我在操作、啊？它是影片。哦哦，它是影片，速度快嘛？因为那个操作太慢了，我自己亲自在那边学过，但是我就发现哦，他们也没时间教啊。那我现在的话就是让你们知道这个功能性，然后特别是余力兄，你一定要学一下哦。等下等下，我们稍微回来一下，刚才没听到，不叫滑动也可以，来的，用 Jason 图片弄好就可以了。他把图片直接搞进去就 Jason 了，速度好快啊。特别啊、哦、那个永兴跟那个谁 Wilson 你一定要学会啊、哦。志景啊，将来啊、哦、我们的飞波的那一部分啊，老师也教你怎么样做。你现在看它下头的三个东西叫做 homepage icon， 我们以后我们自己的整个战情室、啊、整个 KOG 的系统我们都用这个下来。这个部分那个那个谁啊Rene 你也要学一下，你也要学一下。第二个部分找一个 icon， 有没有看到第二个 icon 出来了？第三个 icon 再出来，有没有？第三个 icon 再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我们的 KOG 的所有的这个 markup 都可以用这个系统。这个可以试试看，每一个版面你都可以试试看。现在的话就是 下方三个已经完成了，这整个看板叫做 YP Cloud， 加上的这个快捷键还加上 QR Code， 谁来，那个我这边声音就关掉了，你们可以看啊、哦。
那个余弟兄，你觉得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大大的使用？这个是在操作什么呢？对。我是说这个是在操作什么呢？操作就是画面的管理整合云端技术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呈现方式，透过云端能够很快速的把所有有的素材可以直接合并的一种云端的储存的系统。老师你可以再听一下吗？因为我也是听到有一点，这个好像跟普通你做 HTML code 有什么分别啊？好像每一个是 有一些不同啊。所以我有一些不同。第一个，它的 service 界面很简洁，而且它的功能性扩张了很多。比如说，它可以用 JSON 的那个JavaScript 的那些系统啊，JavaScript， 它直接就把很多东西就衔接上去，它不需要很麻烦。他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听懂了，它就 URL 就是跟 URL 连接，你是什么东西，你是 picture， 你是 image， 就是用 image 连接。但是普通的 HTML 也是这样子做啊，只是在 coding 那边啊。对，没错，它是把 HTML 的更方便的组成，然后重点还不是在这里的，当然 HTML 本来就是可以做嘛。对啊，就是好像他这样做的后头一定是 HTML。就他做完之后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哎，好，看一下。因为第一，你做这些东西，它还是有一小撮的一些 coding， 那跟你普通用一些 HTML 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啊。它只是多了一个软件，然后我可以这样讲啊，那个我懂你在讲什么。比如说 header 部分，哦，这个 add dark 部分，它直接就先弄出一些 icon， 然后这个 icon 直接就是 define 它在它的整个的 function。那跟当你 HTML 不要做也不是很难的事，因为现在 HTML 有很多的 editor 哦，它可以提供很一些 module， 可以直接好像 library 这样拉出来，然后直接把你要的东西 parameter 也放进去。那说真的，它好像有一点多此一举，感觉上呢，所以我到今天呢，没有你想的那么单纯哦，没有你想的那么单纯，我当然知道你在讲什么。还是你别到到底它的特别在哪里？不，我了解你在讲什么，但是你不太了解他在做什么，我感觉上是这样。是，所以我是觉得他的 function 远大于你现在讲的那种。你用 HTML 的写法的话，会非常难写的，写那么多东西，同时要把它去组合怎么样的？除非你有一个 format。对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有一个 framework 了啊。它就是好像一个 library 已经 set 好了，然后你就去用。对，但是这个不是 set 好的，这是你可以所有的你都可以做，这个不一样哦。我还是看不到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好，我了解。你现在慢慢看一下，你看下一页整个的动态的那个结构图啊，当然。你用 HTML 不能说做不到，这个是当然可以做到，但是它的速度快很多啊。速度快很多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你不是时常现在看它的这边，你不是你看到它的这边哦，嗯，不，你看到它这边的整个的 function， 不是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啊。HTML 当然可以做啊，这个。你讲的这个是当然可以做，它因为它如果不跟 HTML compatible 也就做不出来了嘛。你现在看到它的所有的什么核心竞争的这些 function 都不可能那么容易做到的。好，那我们先不讲这个、啊、我们先讲别的，然后让你体会一下好了、啊、因为这个部分要
它是一套系统。我现在讲这个，先讲多元会议啊，因为这个比较看懂。仔细看哦，它是自己的 browser， 所有的微服务器包括 Telegram 都在里面， nearby 的 device。有没有看到四个键盘，然后到四个不同的点？这个并不难，但是就很方便。一二三四，好，这个部分呢、啊，同工们有没有意见？刚才那个意见很好啊，这个好像也没什么新的啊，这个我能够理解啊，那个因为你懂，那一般人的话就觉得很方便了、啊、哦。那个，余弟兄，我想问你一下，你看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这边可不可以使用在我们的 KOG Go 里面？我看了一下这个，它好像是，是不是一个感觉是类似于代替 PPT 的一个东西？有一点像，它比较多元呐、啊，它整个 browser 和云端呐、啊，它都做了。对，他可能初衷是要做一个基于他这个系统的一个协作的东西。不过大部分它的应用我不知道都有什么功能，所以我想把它哈、哦、这个JUJU的APP 的主要的几个微服务器啊，都直接装在我们的常用应用软件里面，就是说我们的 Granary 里面可以出现，
你懂我意思吗？嗯，我明白，我明白你想要做什么。对，不过要放到里边，需要知道它这些微服务的作用是什么。我大概有概念，微服务里面，比如说 Zoom， 比如说 Telegram。比如说 Google Meet 这些通通都是微服务，它的微服务只是跟其他的做整合而已。嗯，对。其实放 Telegram 放进去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对外的一个服务嘛。对。我现在是说哈，因为他这个公司啊，整合了这些业务了，那我本来就跟这个公司是有合作关系的嘛，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我们直接把 YP Cloud 当做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框架，然后直接放进去来推广。那我们推广的时候，那我也成为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啊。我现在跟他们的老板哦是非常近的朋友了，他是我的老学长，比我大20岁了。所以我跟他谈过了以后，他也觉得非常有兴趣要跟我们这样合作。所以余弟兄，你觉得怎么样？嗯，可以，因为现在在这个 app 里边，我们可以打开很多其他的应用。对，虽然现在可以打开，但是很多地方没有深度的整合，其实我觉得跟他要做的内容还是有一点相似的地方的。对，没错。既然如此，他已经发展了好多年了嘛，十几年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省掉很多力气。所以就是说，结合的点嘛，对，就是怎么去结合，具体的结合的方式。没错，没错。内容，嗯。好，我这个部分我跟他们谈，然后你这边的话就是把他们资料直接拿到我们这边来使用就对了，因为我会跟他们就签订一个长期合作战略伙伴。OK， 嗯，好，我会把那个连接都给你。好，我会把连接都给你。好，那今天的话，我觉得我刚才下载了，你们有下载吗？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啊，等一下啊，我们把这个最后一段哦看完，这一段我比较没有把握啊，所以你们几位啊，请你们仔细看哦。
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你们还是要你们来写。这个我觉得这个那个余弟兄你这个部分应该很好看的吧。余弟兄。嗯，我在看。你觉得他这个算是简单的吗？因为就是还是回到这个，就是说我不知道他这个应用，因为它不是包含很多可以使用的应用吗？我不知道它这些应用是干什么用的。嗯、对，因为我比如刚才看到那个图，它是可以操作的吗？还是说这个它是的，它一般是用在哪里？就是我估计啊、哦，很多的机器人呐、啊，哦的只要是可以操控 IoT 的，它都可以操控嘛。哦，因为我们没有机器人啊，不是我，因为我们没有 IoT 设备，所以可能我还就是感觉不到它的作用。你可以看到，如果只是说流程化的机器人操作，这个是可以的。你看啊、哦，这个是 Who is 进来了以后，然后 Payload， 然后 Send。To different payload or message and send a message to get it. And also sticker, snapshot, notify, app. 这个都是 demo 的 toast 的那个所有这种跑马灯的什么东西啊。然后它往这边就 payload， 就是你这个东西在哪一个 link， 然后它机器人自动走 payload 的那个行程，就是说时间到了，他就来按照时间表，然后他就去 run。那么 who is 的话是做什么的呢？run who is get into your information but add a IOC console to your content first 啊，就是然后这个 smart screen 的 topic 呢 open this to show how to get your smart screen 啊，那这个整个的都运作以后，他就 send。一个 message 呢，他说 OK 或者 fail， 就是好的就送到这边，这个 message 成功，快的就到这边。我估计他就是这个流程图，但他 common function 还有很多啊，都要比较了解那个程式设计啊，这一般人玩不了了。
对，因为这个程序它各有各的作用嘛，所以我可能不理解的就是说这一段跟它的是在操作什么，这个我是不太了解，所以我了解的就是这种交互模，这种交互方式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它的交互是在做什么，这个要弄清楚才可以。你看哦，他刚才讲 inject 是 timeline 的部分哦，那 debug 我们也听得懂了 ，complete 啊、然后给你一个 note 已经完成这件事 ，catch 啊、抓什么资料或者这个 status 啊、这个是 common 的 ，link in 啊、link out， 然后连接进来、连接出去 ，comment， 然后 function switch 啊、change range， 其实它这些都是那个基本的那个语言程式啊的 keyword， 对不对？那比如说他就会解释给你 inject 是什么意思、a message into a flow either manually or at regular interval. The message payload can be a variety of types, including strings, JavaScript, object, or the current time.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很多种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了。它可以包含这些参数嘛。那比如说他把这个拉进来就是 timestamp。那 timestamp 的话，它的整个 property 里面有哪些资料？它这个是 information 嘛？啊、哦，那 information 的话 ，smart screen 的 subflow， 这个它没有打开，所以没有。所以 note 的话，这个跟你们那个JS note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嗯，不是，有一点像吧？可能名字它指的东西应该是不同的。好，不管哈，就是我估计这个是它的编码，就是那个基础的，可能16进位的，是不是？嗯，对。它就是一个时间节点嘛，然后 inject，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name， message pay， 然后这样子做，我觉得目前都还看得懂。就是怎么连接后面的，就你看啊、哦，它下来以后 filtered 啊、notes 很多种 note， 你可以 join， 你可以 sort， 你可以 batch， 你可以 parser， 不知道 parser 是干嘛的？那个余弟兄，那个永兴，你们知道 parser 是干嘛的吗？是不是？这个不是字吧，应该是一个缩写了，就是说把 HTML 啊、把 JSON 的这些可能都是一些不是，是不是我讲的没错吧、啊、就是把它 结合这些这个 这些programming 的语汇然后放进来，就是吧。我们再看，你看哦，他把 payload 放进来，这个是 social email 跟 email 有关的 ，mode chat 的话有 send call on event net， red event remote 嘛 ，remote event， payload js 啊跟 set， 我估计跟我们的想法很接近哦，这个是 payload 的 system，这也是 payload， 跟那个刚才 time 去找一下相关的资料，它好像是。可视化编程的内容，对，它一定是可视化的，而且它用 JSON， 几乎都用 JSON Visual Editor， 有没有？这很明显的。那么 Drop Command Type URL Screen， 那 Screen 是就直接写它的 Website， Duration 就是零秒钟直接就上去是吧？ Frame Man, fade, animation, us、哦、我现在都看懂了，我现在大概都 看懂，但不会写。Send, a 这个 send 是说这个东西直接到了 payload 零秒钟就出来，然后就 send 一个 note 出去嘛。你看这个是 smart flow， 又不一样了。那 send 一个讯息，什么信息？就是 message payload 的 message 是不是已经完成？
好，我了解了。那个余弟兄啊，这个感觉上啊，这个它就是一个 command。这个呢是这个、不是 command， 这个才叫 command。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指令呐、啊。这个指令如果碰到 payload， 它就会把它下载。那么如果下载以后，它自动 send 一个 note。而这个 note 有两个，一个是成功的 note message， 一个是 failed note message。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整个 programming 是正常的运作，它就会 positive green。它如果是 fail， 就是突然之间可能断线或者怎么样，它也会去动，因为它二十四小时嘛，它也会把这个 news 啊就 send 过来写 fail， 就会给你一个红色警戒。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那个 flow bar 的概念，你说对不对？嗯，我在找相这个相关资料，这个应该是一个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功底呢，我不知道他的语法是不是正常？他的语法都很正常，意思是他的语法是很简洁的，就是说，可视化的操作很容易啊。我感觉上面应该是可做的 Q run， 你看啊、哦，他 Q run 的时候，他可以，他刚才讲了哦，我们可以。做很多的 QB 的话是它的future queue run， 就是云端的执行的操作。我估计啊，其他弟兄姊妹听不懂啊，他们会觉得无聊啊。但是我们今天赶快把这个弄完哦。那个好，那不要紧了，我们先谈别的吧，不然呢，这个我们可以慢慢讨论啊。我先谈一个东西，就是。就是这个萤幕。好，那个余弟兄，刚才我已经下载了哦。他 error， 我看一下，直接到直播室。好，现在可以直接分享我的萤幕。好，那这样的话。这个是第一届第那个 contact， 但是我总觉得这边少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好，现在的话我用的语言不对，你看啊、哦、有几个 bug， 那个我们三十种语言都弄了，但时间银行那个字还是弄不出来。余弟兄，你有没有发现？那可能是。您点进这个语言看一下，我看看是，你现在还是旧版？还是旧版吗？ 1.80？ 不是，对，不是，现在应该是正常，应该是最新版的 1.9.0。哦，对不起，我已经那个了，我再来一次。好。奇怪，怎么我下载了很久了？942792。好，哎，这边直接下载吧，对不对？对，余弟兄，我这边直接下载吧啊。群聊语音消息功能，群聊图片消息功能，名片消息功能完善的 ，OK。这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还有一个是哦，我发现可以上面滑一下，然后你最好不要做其他操作，等它下载完，然后再安装。好，没问题，我就等。但是这边的常用应用掉了很多耶，这边的常用应用好像掉了不少。什么？常用应用，
粮仓这个，对，我隐藏了一些。哦，你是隐藏哦，好聪明聪明。对对对，了解了解了解。因为这个了解了，要提交到这个苹果那边审核。很聪明，对，还有一个我要说一下，就是这个因为 TMM 它应用给占用了这个名字，所以我提的是。没关系，没关系，如果这样是非常好的，非常好。那个天成啊，你就再稍微看一看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哈。那个这样哈，我们现在的话要稍微在就是我们现在 MVP 啊，只剩下哪些没做完了？第一个，30种语言今天做完了吗？那么下一次的话就是我们的粮仓要做完，那么粮仓做完了以后，那30种语言又有，再加上我们 IMMT 跟这个 DMN 的那个 donation 的那个钱包都做好了，基本上啊自己你可以讲话吗？天成，你们可以讲话吗？没看到自己在线啊？自己刚才刚刚说他下线了。哦，没关系，因为那个比较 boring 了啊。那个天成呢？这样哈，我们这边的话哦，基本上MVP 最小的可行性方案应该是在7月10号以前应该都可以做到了。我们现在的30种语言上了嘛？我们现在的这个只剩下。那个粮仓的分层次，但因为我们又要顾及到这个 Apple， 所以我们故意把很多的粮仓的部分要先拿下来，先不要什么什么都是跟区块链技术有关的，就先拿下来，先让它通过就是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余力兄是这样帮助我们的，嗯，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天成。那还有什么？我这边没什么事情。啊，你们这边大概基本上我们该做的都做到了哦。那好，我们把后面的时间交给 Rene 吧。哦，余弟兄就麻烦你，然后后面的总结那个 MVP， 尽可能的让国内的弟兄姊妹很快速的 breakthrough， 就是通关就好了。阿门。嗯嗯，好的。好的，那。Rene， 这个剩下时间交给你一下。报告一下这个已过的进度，还有 Wilson， 你也思考一下。弄完了我们就要下线了。好 ，Rene， 你快一点。那我就分享一幕好了哈，因为就是直接分享，你直接分享了，帮助大家就是提示一下，因为我们好，一幕出来了。这我们呢上个礼拜呢的这个 summary 哈，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这么多的事情，好，那主要是我想这个部分先协助那个谁啊，就是在永兴这一块，是不是这个部分已经那个永兴已经得到他需要的支持呢？那个是请余弟兄这边要开那个什么网址的部分吗？那这个部分进行到哪里呢？这个部分那个余弟兄说他先直接用一个私人的一个地方先弄，他这边全部都弄完以后再把他拉进来，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了。那永兴已经知道了，对，所以就是等他就对了，因为我是说那个最后所有事情的优先次序是您来决定了，所以我只是提醒大家一下。没问题，非常好，非常好。有执行你这个要记得一下哦，因为我都忘掉了好多事情哦，这个我讲完就忘了，对不起，现在是金鱼脑筋。那个上礼拜已经马上会后就发布出去了，发布在群里面的。好好好，是 WeChat 吗？ WeChat 吗？还是 Line？ 我们是在 Line 群就发布了，而且我也写了简短的，就是公告这样子。Oh, 不过是没有发到 WeChat 啦，因为那个如果就这一块的话，应该是有就是直接来联系那个余弟兄团队，然后跟永兴直接
我们在那个技术群里面，对。这个聪明，好，没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对。上礼拜已经那个马上会后就去追进度了，嘿。好，非常好，非常好。OK，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想因为你们那个技术组这边好，就是东西这些，那 Apple 这边 Apple ID 目前是这个 Apple ID 目前进度是什么？ Apple ID 那个余弟兄，我给你好几个了哦，你有没有寄给他们呢？余弟兄，那个 Apple ID 我给你的，你有没有寄给他们？Hello， 我有的寄了，有的没有寄。哦，好，我这边网络好像不太稳定，我是说有的寄了，有的没有寄。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好，没问题，就是确认一下，现在是就是说过了一个礼拜呢，是不是有谁需要什么样的？有谁有需要什么样的？你再问那个蓉蓉，你再问蓉蓉就好了啊。嗯。如果还有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哈，可以趁现在我们在检视每一周的这个目标哈，然后还有进度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来有没有需要什么协助的。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这个部分现在我们先通过 Apple 是主要核心啊。Apple 只要通过那个余弟兄，我们现在申请了嘛啊？那 Apple 你估计？大概多久啊？一般来讲，哎呀，断线了，真是，嘿嘿，麻烦大。好了，他那边好，那就先往下讲嘛哈。那个，那至于就是说那个时间银行团队哈，那上礼拜已经跟他们谈了，所以我昨天。也有回复在我们 LINE 的47人的同工群里面。好，那已经写了，因为就是他们会去制作吗？他们会去讨论这方面的东西吗？就我直接这样说好了哈，就是我昨天写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公共政策呢有确定之后，而且我们的电视台呢，就因为我们是。就是内部那个合约嘛，已经是拟完了嘛，对不对？那我就不晓得这个签约已经完成了吗？因为签约是跟那个场地吗？跟现在那个办公室有没有关系？好，那是不是就所以那个还没办法？对对，就是一并把它可能就是我反正人去之后一并确认下来，那办公室还有各方面。硬体啦，好设备啦，哈，那个什么机台什么的，哈，就是全部有一个确定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谈说啊，那要开这个内容什么什么哈，这个对外去宣称或者说要拉谁什么团队的时候哈，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法源的依据啦，是这样子。那因为不只是时间银行的这个子项目，还有其他的子项目，我想大家好像。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一定要把它建制的完成，然后因为后面有很多人在等，好，不管是我们比较公共建设的哈，或者说一些那个 NGO 的哈，然后还有这一些所谓的 NFT 的项目，那目前那个 NFT 呢，目前这个礼拜是没有还没有就是。有这个具体的就是质跟量方面的进展哈，主要是就是对，就是那个我们第一个是说合约哈，其实那个合约我们要做一个公版，就是可是呢，因为每一个艺术家或是我们每一个对口单位哈，比较像是需要对于他们有的，因为每个那个文化资产其实都不太一样哈，那个规模啊或是各方面，虽然。某一些是大同小异啊，比如说它是画啊，或者是什么艺术品，但是有一些呢，它就是一个实体的，比如说它有建筑物，它有博物馆什么的哈。那我想就是，我们需要在合约上面哈，我还是觉得是说这个还是要有契约关系去启动它，那双方的合作模式才有可能往下走啊。我们帮他做这个啊，那说到这个呢，就是我是不晓得我们的 crypto。IP 是不是那个网页？这个是有进行的吗？有那个 NFT 的话，在一个月内啊、哦，那 OKEX 那头的会完成啊，它是一个独立的项目，会完成，所以它是跟我们讲
只要是 NFT 的可以签一个月以后开始上架，但是开始上架不等同它就是什么都做好了，就是要反正我们是签一年嘛，一年之内一定会做到就对了，然后一个月以后就可以上架啊。它是 OKEX 的 J 啊，不是 OKEX 这个公司啊。就是他的你可以讲子公司了，你可以讲他的子公司，就是跟那个 我只是跟你讲 J 的意思，J 的意思，哎、哦、对，对他的就这样就好，算是子项目吧，是这样的意思吧？项目，子项目的意思，那独立的这样，因为 OKEX 它比较不能随便的动它的这个大公司都有它的难处。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想啊，这个牵涉到什么股东结构什么，这个不管了哈。就说那反正平台端呢，他会准备好就对了。那我想，因为这就是说那个系统方面呢是确定之后呢，因为主要是为了推动 KUSD 啊，哈，或是等等K 什么 IP 什么产业应用很多啦，因为就是反正我是人要去落地哈，才会有。对对对。对，就是才会搞清楚啦。对，才会很清楚，很清楚那个做不能做的也没办法。对我们自己，因为产品线要开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是要跟这个比较像是说，我们比较像是那种产业小联盟型的，跟业界在一起，没错，推动来合作这样子。整个的链商会在各个方面跟不同的产区连接，比如说 YP Cloud Chanker 的话也会跟那个好多家公司啊，比如说 Amazon 啊、Walmart 啊，或者是中国的通通都会连接。好，那尤其我们的advertising 的 company 一旦出来的时候，它会各式各样的人啊，连B2B、B2C、C2C 这个通通都有可能连接上去。哦，这个是连接会非常非常快的哦。那我们现在要的就是一套系统，能够很稳定的往前。那么 Tony 啊，那个你到了美国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那个韦博文化的余弟兄那边，那个江弟兄那边哦，我们要在那边直接形成我们的工作啊，就是以后老师这边接的广告，我都会 post 到你那里去。那么刚才我已经秀过了啊，你到韦博文化的ChineseDaily.com 你就会看得到。好，这是公共部门的建设，可以没有问题。好，好，那我想差不多了啊。茂华姐，你就通知一下那个永兴啊，就是说AI 的非这个脸部辨识的，还有我们的 database 啊，那我们同工啊。那么像那个蓉蓉啊，他都已经去设置了摄影了啊，也会。但是问题是，他问的一些问题是后头也要照吗？还是照前面脸就好了？啊，茂华姐知道哈。好，那再继续，不要紧。好，这是脸部辨识的这个细节啊。还有再看到那个右上方的，哎，这个 AI 的已经知道，不，另外一边的，周报的，哎，对，这边的右上方，周报，哎，嗯，再往右边走，这是对，往上，我看一下啊，这是进度报告，是不是？OK， 好，没问题了。以后的话我们这样的话有大电视哦，我们这边有大电视哦，以后看这个就比较容易。我们会把这个哦，同工们啊，老师有一个想法，我们这边不是有企业电视台吗？我到时候把我们的企业电视台跟我们的第四台或第一台做整合，这样就会吸引一大堆人来看我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他们越看不懂越好。越看不懂就表示我们的这个高手如云啊。那个 Tony， 你看到了韦博文化吗？江社长这边啊，他不是13种报纸，是200多种报纸啊，13种语言。好，那Tony， 你去了以后啊，
我会跟江弟兄讲，我就说他的网络的这一块区因为他一直希望跟我们合作了，因为他认为我们比较有前途，他那个夕阳产业他是这样子讲。但是呢，我是想你那边做一个中间衔接的管道，那我们这边的pipeline 哈，我们建立起来以后，他的网络的那边的那个newspaper 啊的某一个版面全部都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叫做全球链商平台的这个报纸由他那边帮我们出啊。其实啊，不是叫他印，只是叫他给我们一个网络的广告空间就好了，懂我的意思吗？那真正要印的就请他偶尔就是集中一次版面，然后全部印起来，就起码我们可以交代的过，我们真的在美国有 local 的 newspaper print out、了解我的意思哈？了解。但是网络的他们是一定要看的，网络的是一定要看的，所以网络版的就我们跟他争取一个空间，由我们来制作，那个就是我们的空间啊。那我跟他会长期合作的，这个价格都不是问题了。好。其他的弟兄姊妹还没什么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通？没有，我们今天就要停在这里了。好。老师，美芙，你说。对对，我想问一下，说你那个200平的办公室，有人帮你做平面设计吗？规划？都没有，都没有。现在我头痛的很，那个里面还乱七八糟的。来，我给你看啊、等一下再。私底下再给你看、那个、因为我是学室内设计，我是如果看怎么样，我先过去量一下整个平面。好啊好啊，欢迎你啊。然后我、你6月30可以来吗？不，6月28号可能没那么快。你先来一来几天、我等疫情过后你先来几天，然后你就回去嘛。对对，我好，我再看看，因为我想说我可以去帮你做一下办公室的设计。你跟 Rene 一起来，你跟 Rene 一起来、这样我也比较好，不然的话那个这边、老人家多，闲言闲语多，我就怕那个 Rene 以后嫁不出去了、我就麻烦了。好，那我先过去，我可能先过去一下，我量一下那个平面。他们都不会讲话嘛，我连吃的都帮你们准备好了，一定有吃的，一定有吃的啊。好，那还有一项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叔叔就是在桃园跟在台北仁爱路那边都有开美术馆，因为他们是那个就是艺术界的那个世家就对了，对，那他们有开两个很大的美术馆，那也许他们里面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样跟老师，因为你有提到那个陈景芳博士的那个艺术品、那我那个朋友他的叔叔是他们是从爷爷从外公就是做这方面，舅舅啦，舅舅不是叔叔，舅舅就是说他们就是做这样子一就是艺术家就对了，那他们有两大间的美术馆，那也许是不是看以后怎么样可以跟 KOG 连接。这样好了，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啊，媒体艺术馆就是透过媒体，不管是电视、网络，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云端、我们把媒体艺术馆、或者是你们取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媒体艺术馆，那我们就邀约我们合作的对象在这个艺术馆里面陈列。然后赚的钱我们就是按照十分之一奉献，剩下一人一半就好了。好、他们可以定他的底价，他的底价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价他可以接受，底价以上的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好不好？就是我叫做长流美术馆，你 Google 都可以找到他们，长流美术馆。那你到时候给我们一下啊，这个你就写给我啊。那美芙啊，你跟他讲。我们现在跟美术、艺术、画家，凡是跟 IP 啊、智慧财产权有关的，我们都可以做到很大的保护，也可以对他们、对我们有产生好处。它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的策略都是一样，任何的美术艺术品，它提供出来，
他觉得你如果没有卖到这个价，我不卖，没有关系，他怎么样定我都可以的啊，我们就配合他。那他定到这个价，凡是这个价以上的，我们才会成交；这个价以下的，都是我们自己左右手在交换就是了。嗯哼，啊，可以用拍卖的，可以用其他的模式。那总之会让这个艺术家觉得他的艺术品被尊重，价格不会说那个这个水饺价格就卖掉了，不会的，了解吗？嗯，好，你跟他们讲，然后呢，我们要签一个长期的合作协议，我们不是要他的东西，我们只要他的影像，所有的东西只要影像是授权给我们，其他实体的都是他的，但是我们影像的主要的权限由我们来制作成区块链技术，每一个都变成我们主要的一个，好像一个房地契的概念而已，就是那个影像我们变成一个房地产的那个地契，哦，那个影像的使用权是由我们来出就可以了。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会帮他制作拍卖，还有制作那个什么东西，他自己本身有网站嘛，我们也不要帮他做很多，他们是艺术家可能很挑剔，那我就说你们有的我送给我们，我们来制作后端的那些陈列啊，就是我给你们看过的 cryptoart.io 啊，就是那样的东西，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反正卖成的对他们对我们都有利啊，没有卖成他的整个的形象也借着我们 KOG 国际的这个发表，那也出去了，对他也是好事，了解我意思啊？嗯，好。啊，而且他也不动到他的原画哦，只是他的原画不要乱跑啊，就他自己守着。那他如果要卖，跟我们通知一下，要签订一个小小的一个协议，不要免得哦，那个对方说我们占用他的那个影像权就可以了。好，那好，我们请，漫画姐，你要不要做一个结束祷告啊？漫画姐，你今天都还没机会讲话。好，请。好，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聚集交通的时间，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仍然要把每一位同工所有的事工与所有的需要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因为你是开悟居的主，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感谢主，将世界最新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交在 KOG 团队的手中，求主将智慧启示的灵浇灌 KOG， 使我们科技的创新、业务的开展、商业模式的应用的思考应用 MVP 产品的呈现，全球链商平台还有我们的电视台都求主亲自为我们开路，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们把以下的像的路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谢谢主耶稣，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啊，我们用主导文做今天结束，今天三个小时，不过你们听到很多很多我们的进展哦。那将来的话我们会再缩小一点哦，不然太多事了，就是我们周中都已经讨论很多了，好吧，来，我们弟兄姊妹都出来，我们用主导文做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
永远。阿妹。阿曼。来，那修平医师，你是给我们一个题目，做这个节目是吧？一枚传神是不是？蛮不错的、啊，蛮不错的，这名字听起来很传神的、啊、哦。哎，王医师听不到你的声音，确定一下你的意思是不是？就取这个名字叫做一枚传神，是不是？是不是？哎，只是跟随性想法了，就是艺术跟媒体的来传神嘛。啊，哎、对，听起来蛮有意思的哦，蛮有意思。好，一枚传神啊，哈利路亚。还有一个事情啊，同工们，你们还是可以去尽量的找人做 donation， 因为我们现在哦，老师的想法是尽量不要去拿那个。拿那些所谓的investor 钱、哦，你看看他们拿一笔钱就要拿掉我们15%的股权，嗯、这个15%的股权那其实很大的耶，只是大家不太了解，所以我都拒绝的哦，我都尽量拒绝。我们宁可他是神国度的，我们慢慢的奉献也来得及，因为我们的工作也不是说一下子要做到全世界去，嗯、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做，也照样做到哦，我们还是凭着信心走。我是比较觉得好，那所以这样的话，就算那些同工啊，他去找到钱，我也会把他锁在很小的地方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体还是奉献给整个 KOG 的，只是小的话，我就给他们那一块，让他们去玩就是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能够有奉献的，还是要支持啊，尽量的，因为我们现在越走越后面啊，那个很多的事情要钱。第一个，我们的媒体资源要马上要钱。我们的整个工作量要钱，我们的那个整个的设计啊，美孚还要帮我们做室内设计，这个都要钱的、啊，不是免费的。所以这个请弟兄姊妹务必要为我们祷告。而且我自感觉到啊，只有我们自己的同工啊，我们给的我们很舒畅啊，给到外面，说实在，我昨天听他们讲的方式哦、啊，我就怪怪的，哪边说不出来，我宁可不要他的钱，我又不是缺这个。啊、我们当然希望有钱赶快进来，但是我总觉得我宁可向着主是有信心的、就请弟兄姊妹找到有信心的人能够来参与，有概念的人，有负担的人加入，我相信我们一定做到了，感谢主，阿妹。好，我们就今天到这边了，谢谢，好，主耶稣爱大家，拜拜。